大朋友、小朋友，这个火是非常的危险，所以大家在家里千万不要玩火。假如玩的火，可能就会像五百一样，烧！嘿嘿啦，会烧着啦，啊烧着吼，记得冲脱泡盖送哈，要记得哦。好，接下来呢，邀请大家跟我一起倒数五秒钟，一起来，五、六。